各位来宾，我哋系真方制家庭，有方制妹嘅小兄弟，小兄弟，嚟自三个方制第三妹嘅修女，修女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嘅故事，系关于我哋嘅慈爱父亲成方制。方制。就是方制與狼共舞，與狼共舞。在很久以前，有個地方叫做 Gubbio。 Gubbio， 沒錯，這個地方叫 Gubbio， 在意大利。意大利就是 Pizza 的發源地。Pizza 在 Gubbio 這個地方有隻豺狼。哦，凶狠的豺狼。哇，凶狠野蛮的豺狼。哇，凶狠野蛮无人性的大豺狼。哇，大家留心听清楚，等我们以唱歌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吧。听故事。古比又说当年人无故自血难避免，豺狼凶悍，人人惊慌，赔上性命那可冤枉？谁甘愿面对惊惶？谁豁出愿意豺狼交往？只靠着信德、骨气、勇敢，心坚健壮。全赖我主，善人无畏牺牲，全众万世信心取代遗憾，燃亮世间人类手中之情，不要看轻一火未没一生。呢只凶狠野蛮冇人性嘅大豺狼都几大杀伤力，杀伤力。根据 Gubbio 六点半左右新闻消息，新闻直到今日为止，呢只喺城外成日神出鬼没嘅凶狠野蛮冇人性嘅大豺狼，大豺狼已经吞食27个 pizza。48个嘅肉酱意粉，67个tiramisu蛋糕 ，tiramisu， 总共伤亡嘅数字系7伤5死，7伤5死，仲有数以百计嘅牲畜添。唉，呢只凶狠野蛮冇人性嘅大豺狼，对全城居民嘅影响一句讲晒，引起公众恐慌。公众恐慌，公众恐慌，恐慌公众，你都咪话，你都咪话。人生百岁怕空囊，谁人敢到来和动望？剛巧阿西西的善方制都來到這個地方，
洞橋。啲師奶又相當叫方濟小心呢隻兇狠野蠻冇人性嘅大豺狼。小心出雞嘴添武器。嘿，仲要戴安全帽添。哦，大方濟又點會用暴力呢？點會呢？佢唔用暴力，因為佢相信耶穌係和平君王。和平君王。所以方濟就話啦。招呼叫他做狼兄弟，兄弟，是啊，狼兄弟，狼兄弟。中止和平開始，曾去創造美好。
我哋方濟會的小兄弟，迦南會的隱修女，方濟第三會的男女會士，都變成了方濟的純郎精神。純郎精神，以言以行活出同生活和平的福音和生活的喜訊。你要再來過這張嗎？Oh,
全赖我主，圣人无。